后来就觉得我已经回到加拿大了几天了，我这几天陪了我父母，然后就好好休息了。现在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加拿大住什么样的地方。Where are you going? We're going to water the plants. Yeah. Okay. Cool. Let's go. Can I eat the whole thing? Yeah. Can you taste the pineapple? It just tastes like leaf to me. Maybe this one will taste like it. Try yeah. this one. Yeah. Okay. That's better. It's Piano. 然后呢，里面第一个房间就是这边都比较普通，有一个电视啊，有沙发呀、啊、什么的。客厅这边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沙发，哇，哦，养老生活真好啊，真的太爽了。OK，我们继续吧。这边呢没有什么特别，这里有很多书，这边有我的电脑什么的，可以在这里吃饭。然后呢，你看这个，这是我父母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拍的照，我妈，我跟我妈，这个照片我要笑死了。然后呢，现在是厨房。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对比我跟我在中国住的地方，然后就我住的地方没有这种 dishwasher 什么的，你看一下，就没有 dishwasher， 冰箱是双门的，就是可以打开，也挺大的，但是里面没有什么吃的，都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喝水的话可以从水龙头直接喝，但是我不太习惯，所以如果要喝水的话，这边有一个有 filter 的水在那个冰箱里面。Boom！ 但是呢，像我这个假加拿大人，我这些还是真的是天天喝热水，我真的不习惯这个冰水，我不是开玩笑的。我知道现在中国也有很多洗碗机，但是感觉很多家还是没有烤箱，对吧？像这种就很大的这种，特别是那种已经就是装在里面的 microwave。Oh hello。然后呢，我们现在哦，外面还有一个小阳台，就是可以做 BBQ 啊什么的，但是很小。刚吃完晚饭，然后他再放回去那个 barbecue， 然后对，这边只有一个小阳台。这边只是小洗手间。OK， 那边是两个小的房间，然后父母的房间在这边。我们先看他们的房间吧。OK， 我们进这个洗手间，这个是第二个洗手间，这个比较大，然后后面有一个可以洗澡的地方。楼上的两个洗手间有那个暖地，跟中国的不一样的一个部分是他们的那个 closet 是在这边，直接可以进来。对，好像中国比较少会有这种，就是洗手间和那个 closet 在一起，一般比较少好像。OK， 我们继续吧。最后的一个洗手间在这边，我都是用这个洗手间。这边是家里唯一有浴缸的洗手间。Let's go。哦，这里有一点乱，我要给你们看吗？我的 niece 她过来的时候一般会在这边睡，然后这个床是可以出来的。 Yeah。 OK， 我们继续吧，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这是我现在睡的地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Anyway， 我平时不在房间，除了睡觉，所以我们继续看。一楼二楼都看了，所以现在我们去看最后的地方。
这边是车库，然后可以放两辆车，这个车库真的很长，但是现在后面的那个部分现在只是当一个 storage， 所以现在就很乱，所以我就不给你们看了。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乒乓桌。 Dad, come play ping pong, I want to wreck you. Alright, good.好久没有跟我爸打乒乓球，他还需要知道谁是最厉害的。Okay, let's do this. Let's start. I'm read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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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ldn't handle the heat. 12 seconds later. No! Let's go. No!China. I don't want to be here anymore. I'm going back. No! Ow! Get every point. Okay. No! Okay, it's been a while. I need to practice a bit more. Okay. Maybe we can go again tomorrow. 今天的视频应该到这儿了，因为被我的爸，我66岁的爸爸打爆了。谢谢收看，记得点个赞、关注还有转发，下次见吧。Peace.